好久没玩扁鹊了，来一把吧。我是毒液，我是毒液，我是毒液。我是毒液，扁鹊很有钱的一个英雄，拥有高高的回复能力，还有强大的持续消耗，并且拥有着不俗的爆发。前提就是你能打得出来，打团很多时候印记叠好，敌人跑了追不上，相当难受。又或者团战刚开始直接被秒了，更难受了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各位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有一计。众所周知，扁鹊定位呢现在是战士跟法师，并且对自身的回复有额外生命加成，所以现在我们要舍弃掉以前的思路，转变一下态度。只有大胆的创新，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那么各位请看我这万血消耗流扁鹊，在前期我们可以出穿斗鞋过渡，等圣杯出来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换成起跑鞋增加我们的移速，随后出冰杖降低敌人的移速。根据相对论而言，敌人移速降低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移速提升了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连人输出，随后破茧之一强化我们的战斗力。至于痛苦面具跟十字语言，是用于强化消耗能力还有保命能力的，出装详情放这里。记住最后买十字语言一定要先买大吧，不然到时候整了个进化水晶你玩嘛，一玩一个不吱声。那么大致思路就这样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游戏实战测试一下。这一把我们都先干掉，打干掉很简单，到线上先找人，然后一技能往兵线那里丢，读到四个兵过后呢，我们就使用普攻打干掉，在清线同时打对面状态，打出压制力，我们被消耗了也没关系，我们技能可以回血。效果下进度，现在时间来了5分钟，我们这边呢有点小逆风，但对面干掉被蹲到了，一技能预判拖位置的，没有拿到头普攻没有关系，因为对面干掉这一时中路塔了，我们就直接推了，就一个马超想守我们四个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泥巴的呼唤一波状态，然后点打就行，推掉防御塔过后大招好了，开个大混点治疗分，来下路准备跟圣杯起来清兵线。看见敌人的位置吧，不出意外他们肯定是要过来打人的，我们尽早投尝视野，就算兵线走到眼前我们也不要动，把这个加到当诱饵，他这个站位肯定要挨打的。马超冲上来了，趁着机会我们输出一波，刘邦开大团过来了，但还好这波打的不是我，打乔不击杀，不过没关系，敌人是打一波的，他们只能叫完血了就该我们反击了。这干将还在动动清兵线，这一波优势在我，刘邦尝血，我们开大收割，这一波直接追平比分4-4，4-9了。现在我们要稳一点，目前我追我们队的顶梁柱，要被对面三个大汉切，这别说泰森了，泰罗了都扛不住了。对面刘邦进南区，本们难给逮住，这应该是波机会。也可以消耗一下，但他传送跑了，还顺手把我们加罗给干掉了。我们也传送过去，刘邦头上还有印记，我们直接开大一花二，这波赚的。趁对面干掉没有复活，我们尝试拿下这个主宰。不过对面张飞这个时候急了，现在直接吼了个大。主宰一打完，他这属于给机会，我们就要抓住。五人激活把这个张飞给收掉。像这种后期打这个持续掉点是非常恐怖的，所以趁张飞不在，我们赶紧往前推进。兵线进塔，蓝直接冲后排去了，然后他就挂掉了。不是，孩子们先点塔呀，赶紧推，推完就得撤。但是我们加罗还有打的想法，他这个站位非常的激进啊，疑似有点超雄了，救不了，这个分救不了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加罗报仇，把这个刘邦给剁掉。而且对面干将这个时候还在旁边晃悠，我心里压力挺大的。虽然我出装却瘦，但是挨干将一个满大我还遭不住的，杀不掉就算了，赶紧走吧。双方五人都在，看来有一场大战要在中路爆发了。大乔提前放了个圈，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要打起来了。被天劫定住没关系，加罗还在输出，大乔直接往上冲，然后挨着盾打，加罗又踩到圈被传回去了，敌人直接冲过来，我还被追上了，我只能点个传送挣扎一下，直接遭到敌人身后吸引五个人的注意力。家人们就让我为了大义而牺牲吧。你妈的！我还有7秒复活，现在我们这边呢就剩夏侯惇辅助了。二手是，但是对面射手呢是狄仁杰，我们这边辅助是大乔，成功守住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等队友复活，能不能赢就要看待会的龙王团了。龙王马上发机，双方都在挤这个视野。对面张飞靠过来了，我们先简单打一波消耗，杀呢肯定杀不了，所以我们要打持久战。对面张飞加刘邦大刀打团很强，但技能用完过后后劲不足，所以打团呢我们要边撤边打，以退为进。敌人的坦度肉眼可见的高，并且他们几个很想跟着马超一起冲加罗，但他们被减速连住，根本冲不过去。加罗击杀了马超，但是自己呢也被干将给拖死了。各位不要怕，还有我在，我还能输出。只要干将杀不到我，那我的战斗力就是越打越强。被扎到的话就准走了。龙王刷新，这波团战我们一花二，而且我们这边有个大乔，回家补一个状态，然后想办法打这个风暴龙王。来，直接动手，加罗还有11秒复活，敌人的位置离龙坑较远，这个龙王势在必得。我们只需要再等7秒，大乔开大，然后再把加罗给摇过来。这个无打杀的场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哎，怎么这个时候看到了加罗还没有复活呢？趁夏侯惇没拖底了，我们赶紧把这个龙王给拿了吧。那直接被拖死了。不过还好，最后龙王我还是拿到了，赶紧跑吧。等队友复活就可以彻底一波了。 OK， 队友全部都在，技能全都有，状态全是满的。下路有龙兵加罗先手点到干将，对面唯一一个对我有威胁的英雄已经没了。现在我们只要稳扎稳打，慢慢向前推进，获得游戏胜利只是迟早的事，站在安全的地方输出就行。疯狂丢技能消耗技能，被张飞大招吼开了，但是我的一技能呢已经丢过去了。对面马特这个位置想直接过来切加罗，一剑丢空了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法师的至尊平 A， 直接将其堵杀。对面的狄仁杰呢还在往前压，结果我们的蓝直接传送过来，瞬间到他脸上了。张飞这个时候想回去救人已经完了，安心的去死吧，放心，没有痛苦的，终于结束了，可算打赢了。
闭嘴！生轮还是死亡？这是。那么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如果喜欢就点个赞或者三连关注支持下我吧。那么我是哥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